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189面，倒数第四行，从经文看起。修菩萨道，这一句在科判里面是接着前面的啊。前面四句，弃过捐往，行作沙门，皓月法藏，修菩萨道啊。这四句啊，是出家修道啊。接着下面四句呢，是才德超逸啊，高才永折，于是超逸，信皆铭记，习皆第一。又有殊胜行愿，即念慧力，正上齐心，坚固不动。修行精进的无能预知啊，这个后面六句是行愿精进啊。我们看黄念老的讲解啊，本段啊，就是才德超逸，行愿精进这两段，盛赞法藏比丘出家后修行之德。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他真干了啊。实实在在讲，这个老实听话真干，我们在释饶王初学佛的时候看到了啊，这六个字可以说是自古至今永远是成功的秘诀，无论是释出世间法啊，修菩萨道自无疑，表法藏菩萨直去一程，不落全消。他不是修声闻道，他不是修人天道，他是修菩萨道啊。这是我们不能疏忽的地方啊。一进门就发愿修菩萨道，跟一般人是不一样。我们在《六祖坛经》里面看到，慧能大师到黄梅去参见五祖，见面的时候，五祖就问他：“你到这儿来想做些什么？”慧能大师告诉他：“我想来做佛，这个很不容易，
在我想可能呢，任和尚一生没有遇到这么一个人，啊，到这来做佛的，太稀有了，啊，所以他能够成佛。释迦王没有说他来做佛，实际上我们前面看到他也是要做佛，不但做佛，还要超过一切诸佛，发这么大的愿。那佛要怎么做呢？不修菩萨道是成不了佛的，所以这个地方，世尊对他的赞叹，经释迦牟尼佛说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赞叹法藏比丘，啊，说他修菩萨道啊，啊。直去一尘，不落全小。啊，宋一月大乘第一，故知菩萨所修唯是一尘，真如圆满大法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，这是说法藏所修的啊，唯是一尘，真如圆满大法。这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智心信要。智心跟一心的意思相同的啊，这个心呢只有一念，所有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，只有一念。这一念是什么呢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这就是一尘真如圆满大道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完全翻译成中文是无量觉啊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前面跟诸位解释过了，一切诸佛都是无量觉，所以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啊。从佛来说呢，没有证得妙觉位之前，是在因地啊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无量觉，证到妙觉位，那这个名号是自信的德号啊。我们说自信，说本性，或者说真如，或者说法性都可以
啊，是真信的德好啊，真信无量觉啊，真信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无形无相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他无量觉，真正是觉而不迷啊，而为一切法的本体啊。这学上讲本体，佛法里面讲离体，那么从这个地方呢，体现到他是怎么修的啊，他才能有这样殊胜的成就。这些都是表法给我们看，我们要看明白了，就知道怎样去学习啊。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智心信要啊，啊，一心诚信欢喜啊，一向转念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决定求生净土。要有这个决心，非去不可，非成就不可，要有这样的信心，这样的愿心啊，这样的认知，这是万修万人学啊，一个不漏啊。下面的赞德，那就不是我们一般人能相比的了。啊，所以古大德说他是地上菩萨再来。他是法身大师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能比。高才勇者。啊，才能也。智也。就是说，法藏比丘才能智慧。啊，这是明智也。啊，都是赞叹呢他的智慧。嘉祥疏曰：“称一群之能，故曰高才。”这个一群，就是我们一般讲超越群人啊，人是同类同学当中出类拔萃啊的最高的啊，像我一个班里面呢，考试第一名啊，称之为一群之类啊，所以称他做高才，能自胜胜他了，故称为勇啊。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自身，一般人不能成就，就是没有克己的功夫啊。自身，中国人叫克己，克服自己，
懒惰、骄慢、放逸，这都是烦恼啊。那不能精进呢、意志不能集中啊，那这烦恼习气，他能克服他的烦恼习气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放下万缘，一心专注，他能做到这个。事出世间法，如果能做到这八个字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都会有超人的成就。啊，要一心专注。啊，凡是不能成就的，成绩平平。啊，没有很好的成绩拿出来，都是放逸。啊，都是不能做到专注。啊，不能够做到一心。啊，这是一桩很难能的事情。啊，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。能做到，它表现在外面，肯定是我们常常想的沉静谦和，这个人真诚、恭敬、谦虚、和睦啊？为什么呢？表现在外面就是这样的啊，内里面有实德啊，真实的德能。外面表现出来一定是这个样子啊！你看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所说的了凡先生，每一次这上京赶考啊，跟这些同学们结伴啊，一起旅行，他在路上看到哪一个同学表现的态度啊，谦虚、恭敬、和睦，他就肯定这个人这一次一定会考中。啊，到放榜果然，好像他所预料的都没有一个是失败的，都被他料中了，对吧？得行，内有实德了。外面才不谦虚。还有一点点傲慢。我们说的不好听的人叫缺德。他的德有欠缺，他不圆满。啊，所以这种人往往去赶考他失败了。他没有考取。这个了凡四训也有例子，那去骂主考官啊！我的文章写得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录取？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呀！古人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啊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你一定会找到，你去参加考试没考取，肯定问题不在别人，在自己。啊，真正反省，改过自新，在下一次就没问题，就会考中。啊，人自圣难呐、圣他不难呐、圣他是教化众生，
前面是自度，后头是度他。自度而后才能度他。自己克服不了自己的，特别讲微细的烦恼，这个很重要。修行有了一定的这个程度了，量，这个度量慢慢扩大了。但是遇到重大的这个境界现前，我们一般人讲厉害呀。念头还有，不会发作了。较慢的念头。怨恨的念头有啊。不严重。那有没有障碍呢？有障碍。见思烦恼必须在十法界里头断干净。只有无明烦恼断了，无明的习气能带到十宝庄严土。但是要记住，它不能带到常寂光土。常寂光土里都没有。无始无明的习气都没有。纯真无妄啊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所以只要有一丝毫这种习气在，自己都要生惭愧心。功夫不行。不能跟菩萨比，此地的菩萨化身菩萨了，不是十法界的。十法界的菩萨带着有习气，这是学佛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，当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问题，这习气在都能往生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习气如果断了，自己往生有把握；习气没有断了，那就看临命终时的运气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临命终时，如果我们有三个条件，能真正掌握到，就真能往生。第一个，临终的时候不迷惑，神志清楚；第二个，在临终的时候有人提醒你念佛。有人提醒。第三个是在临终的时候真能放下。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的留念没有了。真能放下。决定的是。所以临终最怕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。糊涂了。所以人在病重的时候连家里亲人都不认识了。
啊，他也能听见，也能看见，问你，你是谁呀？啊，这种情形之下就非常非常之难。啊，所以临终助念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个助念的人是提醒他了，帮助他了。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。这才能得生。啊，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自己努力更好。临终有人助念好，没人助念也行。啊，临终没人助念走的人不少。啊，这一些人应该早就知道这是人生第一桩大事啊，求生净土唯一的一桩大事，是在平时就训练放下啊，就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其他的，这叫自身啊，自胜当然能够胜他啊，这称之为勇啊。所以这真正勇是克己啊，克服自己的这个烦恼习气，坏邪见之明，能够辨别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妄，什么是邪，什么是真？啊，怎么辨别呢？只有极乐世界是真，其他皆是妄。只有亲近阿弥陀佛是真。靠其他的是这些天地神明那都是妄一心专注啊，啊这个坏就是破坏啊，要破邪见。所以言者高才勇者。啊，这四个字很不容易得到。又经营书曰，才为才巧，才德过人，故名高才。啊，这是在中国古老社会里头常常说的。智强民勇。啊，他立志去做佛了，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。发这种心，是不是傲慢了？是不是太超过了自己呢？不是。为什么？
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今天发愿，一心发愿要做佛，跟佛所说的相应。为什么？你本来是佛，本来不是佛，现在要想做佛，好像是有一点夸张的意思啊，明白之后就知道不是的啊。那么要晓得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一切众生没有成佛，就是他迷惑，他堕落了，他没有回头。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不但成就自己，也给那一些众生做个好样子、好榜样。啊，你本来是佛，你为什么成不了佛？你没有勇气承担。你没有勇气发愿啊，净宗法门无比的殊特啊，殊胜特别，他靠阿弥陀佛了，不依靠阿弥陀佛，自己想回头，那真的是难啊，有能力克服烦恼吗？啊，净宗的妙，净宗的巧，啊，叫善巧方便，就是用阿弥陀佛的德号。阿弥陀佛的感应，把我们所有的烦恼习气取而代之，就是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别的。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还是学这一部无量寿经，永恒不变呐、啊。行吗？行。为什么？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一切诸佛如来，在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自行化他讲的无量无边的经教，这也不是总纲领。啊，就是这一部经的展开啊！啊，展开它就是一切经，一切经归纳就在这一部经上。这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多清楚，多明白。啊，我们也是无量界修集的善根，没有这种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一生当中怎么会遇得到？啊，你能遇到，就说明你的善根深厚啊，福德不可思议。
啊，这一部经在一生当中帮助你圆满成就。啊，不需要等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在这个世界，你真正的一心修学，得念佛三昧，三昧是禅定啊，定能生慧呀、啊，啊，这个三昧，前贤的三昧。是经上讲的清净心，更深的三昧平等心，心到清净平等，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。为什么呢？虽然还没有明心见性，到觉才明心见性啊，还没有到觉，没有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许多的经论自然就通了啊，一接触就通了啊。你要问为什么？这什么原因？因为诚信。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法全是以自性为本体啊，这是哲学上的名词啊，没有体就没有法，法怎么来的？法是体现的，这本体现啊，在佛经讲是离体啊，道理，什么个道理？道理就在此地，它是一切法的离体啊。我们怎样把得得到这个离体呢？智性性要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就跟他接近了。这一接近，越接近，气氛就越浓。啊，还没得证，没证得的时候，就已经通了很多了。啊，没有完全贯通啊，哎，通很多。这是我们讲啊，智慧现前呐、啊，啊，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现前。啊，这智强明勇啊，心明澄澈啊，啊，心就是心地明朗了。不迷了。在世间法里面讲，小乘圣者，那就是世间的大者啊，世间人没法子跟他相比啊，世间人心都被染污了啊！所以诸位冷静去想，自私自利是染污，名闻利养是染污，
爱好五欲六尘是染污，贪嗔痴慢疑是染污，六道众生哪个人心没染污？没有染污的一个找不到，纵然是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他心还是被染污。不过人家呢有定功，定功能够控制住，他的染污没有除掉，但是他可以不起作用。禅定让他不起作用，不是他真的断了，这个东西要什么断了？智慧才能断。这智慧照见染物像黑暗一样智慧一开，这些染物就没有了，烦恼才真正断掉了。那我们要知道自己这个染污有没有克服，你就常常想到你自己有没有智慧果然有一点智慧，就晓得我染污已经放下了一些了。真的放下一分，就透一分智慧。烦恼习气放下两分，就透两分智慧。就这样。功夫全在放下了，不放下不行放下执着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这叫真修行，叫慧修。后面这一句是总结这一小段，盖为法藏菩萨才能果人，勇猛精进，心明智朗。他智慧现前了。法藏比丘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境界是化身菩萨所以他不是全晓。于是超意这一句，净言疏曰：“此德孤处明示超意。”这个德就是前面讲的高才用者于是超意，这是世间，世间没有。那世间如果有这种人，他也超出了这个事是设法界，超出设法界，他就到十宝庄严土去了，不在设法界里了。慧疏曰：“
不常人所及啊，这个不是非的意思啊，不是一般常人能够做得到的。故云于是超矣啊，十法界做不到，十法界里面佛菩萨都做不到，何况其他人。那么这个我们就能想到了。你看阿罗汉只做到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他还有分别，他还有妄想，只是不分别啊，不这个不执着了，真的不执着了，就超越六道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要是我们自己有能力、有功夫、啊，有修行、有智慧，假的。为什么你还住在六道里头？这是事实，六道里头这些形形色色的五花八门，你每天在这里接触还会起心动念啊，你的功夫是什么呢？不太嚣张啊，动不动心呢，心还在动，不行。你还得搞六道轮回，你出不去啊。啊，那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。啊，经教的熏习也懂得一些了。虚头啊，进门的人。啊，华严经初信位的菩萨。身见破了。边见破了。我们中国人常讲成见破了，这三种我们有没有？三种都具足。我们看到才德胜过我们的人，会不会有嫉妒心？不能说没有，只能说轻一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学佛的时候，我这个嫉妒严重，可能还想办法去障碍它。啊，现在不再障碍人，可是心里还难过啊。这就不行啊，这是严重的习气。障碍你明心见性，障碍你念佛三昧啊，这个东西没有了，念佛三昧才能现前。啊，自信的般若智慧才能透一点出来，这真功夫啊。真功夫不要问别人，别人不知道，自己比什么都清楚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学，不要太高，太高做不到。从基本的方面去学。啊，大乘教里面讲的是原理、原则。身见
边界，渐趋渐趋，我们中国人叫成见。从什么地方去练呢？日常生活当中。所以真正修行感恩呐、啊，感谢你们所有一切众生，啊，先从哪里修呢？一般是先从逆境修，然后再修顺境。逆境是处处都叫你不如意啊，都在你找麻烦呢、啊。啊，把你无时的些傲慢啊，控制占有啊，对立这一些念头化解掉啊，运清平等啊，有没有怨气呢？是跟你讲老实话，没有。自信清净心里头，一法不离了，哪里还有怨恨呢？那是这种道理呢。啊，顺境里头，哪里还有那种欢喜？啊，真正的欢喜是从自信里发的，与外面境界不相干，叫法喜充满。那这种法喜充满，也是自己烦恼习气放干净了，法喜才出来，感恩的心才出来。啊，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呐。啊，一切众生不但是人呐、啊，所有一切动物啊，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通通对我都有恩呐、啊。他天天都在那里表法了，天天都在那里给我看呐、啊。问题就是我会不会看呢、啊？我有没有看懂啊？我有没有在这上面去悟出什么道理出来呀、啊？啊，那你就入华严境界了，就像善财五十三参了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是来成就你的。那这一切法什么？哎呀，这一切法全是佛菩萨。再细细观察，这一切法全是阿弥陀佛。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，一切动物也是阿弥陀佛，蚊虫蚂蚁都是阿弥陀佛，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无一不是。嗨，你见到阿弥陀佛了，这些全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。那我们生活在这世间，为什么诸佛菩萨天天在表演，天天在实现，我们是懵懵懂懂，还在里面起烦恼啊，不生智慧专生烦恼啊，生的是七情五欲，就是不会嘛。啊，会了的时候，自自然然就把烦恼放下了。啊，自信里面智慧德相逐渐逐渐现前了。佛菩萨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
我们自己在境界里头，啊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在这个在这这些当中，有所体会，有所觉察，这是好的信息。啊，没有觉察，没有体会，那是业障很重的人。啊，能有所觉悟，有所觉察，功夫得力了。过失就要改，德行就要修，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修法，佛菩萨慈悲，告诉我们，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页，就是的，你自自然然就做到了。不但做到了，它开花了。什么时候开花呢？古人所讲的闻已知时。从一法里面呢，展开为无量法。啊，像大乘佛法里讲的，十善业道十条啊，菩萨居然把它展开为八万四千条，不就开花了吗？八万四千是方便数，实际呢，实际无量无边，究竟圆满的心得，就在一法之中。实际上是十种法了，任何一种法都是无量无边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啊，说不杀生，一切法都在这条里头；说不偷盗，一切法也在这里头。啊，不杀生的也在这里。啊，一多不二啊，你才真的。啊，才真正理解到整个宇宙不可分割是一体。那恭喜你，你真的发生了。你跟法藏菩萨一样，也是高才勇者，于是超逸了，你超绝了，超出十法界了。又何赞曰：或曰地上发心，则所谓是者，地前世间之一耳。
下面黄念老说的话，给合赞，对于法藏菩萨当时居于何位而发菩提心，未敢俱断，故以疑惑之余出之。而曰：惑曰地上发心，他加一个惑字，这个惑惑曰了，现在话就是如果是地上发心。这是这个合赞里的这一句话。地前世间之意。地上发心呢，那就于是超意。这个地，别叫舍地。别叫初地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十法界是世界。世间这称为凡夫啊，出世间则称为圣人啊，这是凡境凡圣的一个标准，是以十法界为界限啊。大乘法里面称六道为内凡啊，凡夫与凡夫内外啊。六道之内的凡夫，四圣法界称外凡，六道之外的凡夫啊，为什么？他没见性啊，这个标准在这里建立的，也就是说，他用阿赖耶啊，法相唯识里面说的。他用的是80、51心所，十法界通通都是用这个。六道凡夫呢，他把它用错了，迷了，完全用错了。四圣法界他还是用这个，他用的正。他也没觉悟，为什么他用的正呢？他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就六个字。听佛的话，完全依照佛的教诲去做。所以他虽然不是，他学得很像那个样子很像佛。学的真相。那为什么不是真佛呢？他不是用真心，他用的是妄心。80、50心一心所。如果转80成4智，那他就是真佛了。他就超越世间了。这个世间是十法界。超越十法界。到一真法界了。一真法界里面人全是用真心，不再用阿赖耶了。阿赖耶对他们来讲就没有了。这是要搞清楚搞明白。所以说他这个于是朝义，这个是可以讲为
六道这个世界，也能讲为十法界啊，那个世间就高了啊。所以这个合赞里面的意思啊，合赞也是日本人做的，这两种世间到底是哪一种，他不敢断定，所以用疑惑的这个言语来说啊，如果是地上发现，那于是朝意，这个世子是指初地以前之一切，该地前统名为世间，登地以上才名出世间也。啊，这是别教啊。要是在原教呢，原教是初住啊，原教初住跟别教初地所证得的是完全相同。啊，那么在一般经论里面，佛讲的这个十地啊，五十一个阶级，多半都是讲别教啊，华严、法华这些大经呢，那讲的是圆教啊，这圆教一成啊，初住啊。就超越了。下面这是黄念老的话，切归获赞之意啊，这是念老的谦虚啊，用的这些字啊，谦虚啊，就是他私字，他的私，他的意思啊，来看这个合赞注解的大意。一偏于法藏当时是地上发现，为率言之耳啊，就是没有用确定的语气来说啊，没有用肯定的语气来讲啊，应该是地上发现的。法藏菩萨何为发现？注经家颇有意见啊，到底他发现的是什么地位？古大德有不同的说法啊，但是这些说法都有道理。啊，到底哪一种说法是正确呢？真正要解决这个事情啊，那一定要请教法藏比丘。那才真的能把事实真相说出来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没有明心见性，那总是有问题啊！为什么呢？是我们自己的看法，不见得是真实的啊。那我们今天学习经教，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啊，许多祖师大德说的都不一样，咱们通通啊作为参考资料，需不需要去研究？不需要。没有这个必要，这个对于我们念佛这个往生净土没关系啊。我们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，那真相不就大白了吗？何必在这猜来猜去呢？惹这种麻烦呢啊，做文字游戏呢，那就错了
啊，同样一个道理。现在是末法时期，众生的福薄了，啊，福薄有什么问题？众生福薄，佛菩萨就不来了。不来，什么人来了？妖魔鬼怪都来了。啊，众生不相信有正法，起心动念无不是贪嗔痴慢疑，而且非常严重。啊，这些烦恼习气呢，它就引诱啊妖魔鬼怪啊，把他们都引来了。哎，他们可能冒充佛菩萨。迷惑众生啊。啊，帮助众生造业。帮助众生堕落。他们在旁边就哈哈大笑，很开心啊，干这些法事。那他们要不要受报呢？当然要受报。我们真正学习佛法的，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。虽然看得清楚明白，也无可奈何。众生唤不醒啊，他不觉悟啊。啊，现在人满头脑里的什么？就是钱啊。除了金钱之外，没有别的东西啊！啊，他的价值观，他的人生观，跟古人不一样了。啊，他们对古圣先贤完全不能接受，认为什么？那些人都傻瓜，他不要钱，他不要名，不要利啊！这些人是人类的异类，他这种看法没有一丝毫尊重心啊！他所尊重什么？财富比他多的，名利比他高的，他尊重。到终极，那就是世界毁灭啊！这是一个大的循环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地球上，50000年之前，科学技术比现在还高明，能源从太空当中取得，干净，没有声音。啊，也是人类的时候走向像现在人这种价值观了。啊，对于宗教神明完全不相信，伦理道德一扫而光，尽情去欢乐。啊，所感的，那这是人现在晓得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了。啊，感得山河大地，沉得海底，就亚特兰提斯，沉到大西洋，大西洋原来是陆地，沉到海底去了，整个文明毁灭了，
重新再来。啊，山河大地什么时候能坚固呢？人心淳厚，没有邪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真正是爱人如己，善后大地就凝固了，就境随心转了。啊，宇宙它真的是有周期性的。啊，许许多多不同的周期，啊，大的周期时间很长。啊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，这个大乘佛法里所讲的，好像也是一个周期，我现在也不敢确定。啊，从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，这是从自心里头开始流出。啊，最初这一念不觉，阿赖耶就出现了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演变为宇宙万物。啊，到我们自己，这遇到佛法来修行，啊，在大乘里面。把妄想分别执着淘汰尽了，最后呢又回归到自性了，这好像是个循环的，又回归到自性了。啊，这个现象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楞严会上，富奴那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，他向佛请教，啊，我们从自信迷了，再变成凡夫了。现在遇到佛，跟佛好好的修行，慢慢的时候又开悟了。啊，开悟之后成佛，回归自信了。回归自信之后，还会不会再迷惑？啊，会不会再有一念不觉，又变成凡夫了？这问得好啊！啊，佛的回答是举了个比喻，譬如金矿，啊，黄金，啊，跟矿石混合在一起。啊，修行呢，就像提炼。啊，我们从矿石里头把黄金提炼出来，把那些渣子都把它丢掉，淘汰掉。纯金提炼出来了，纯金提炼出之后再不会变成矿石了。佛是这样答复的，啊，那么我们知道佛的说法，啊，他老人家 说法的原则是一二谛，啊，二谛，一个是真谛，一个是俗谛。啊，俗谛就是一我们凡夫境界，啊，一凡夫境界，也就是我们讲一常识、一知识来解答你，你很容易懂。啊，另外一种呢，是他自己完全清正的，那不是我们的境界，所以我们就很难懂。啊，譬如说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，这是佛清正的境界。我们不懂，
啊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也是他亲证的，我们也不容易懂。啊，可是有一些呢，我们不好懂的，被现代科学家证实了。我们再想想佛所讲的，能有深一个层次的体会。啊，应该是，只要是现象，都是个循环，都有循环的周期。啊，一天是个小循环，24小时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，从子时开始，再回归到子时。啊，是个小循环。一年，这是个大的循环。啊，一年当中有一个月，甚至有节气的循环，24个节气。啊，有四季的循环。啊，外国人给我们讲的2012，这是个大循环，这是银河对齐的循环。啊，也就是太阳绕银河系，绕银河。啊，绕银河一周，一定会有一次。啊，这个银河中心，太阳、地球排一条直线。啊，这个一个周期的时候是5万多年。啊，5万多年才有一次。啊，亚玛的这个日历，他们的历法的时候，里面记载的是5个这样的周期，啊，2012是第5个周期，啊，所以从大乘教里的，我也有这个想法啊，但是还不能确定，啊，就是。宇宙的形成啊，现在科学家讲了，很多宇宙不见了啊，不见了，在我的想象一定是回归长极光了。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周期啊，但是这个周期到底有多长的时间，它不确定。那为什么不确定呢？就像善导大师讲的，总在日圆不同。啊，好像我们在香港。啊，我从跑马地到此地来，坐车到这边来，也是日圆不同啊。我只遇到过一次。一路都是绿灯，没有红灯。从跑马地到此地10分钟。那你看遇到塞车，遇到红灯的时候，啊，有些严重的时候要40分钟才能到达。那语言不同啊。啊，我们如果能语言遇到殊胜的话，那回归很快啊。那你是遇到净土，这个远那就太快了。那太不容易了，啊！纵然是凡圣徒，下下品往生，啊，《观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啊，要多少时间你才能够证得十报图呢？12劫，啊，12劫在我们也很长啊，但是在菩萨修行过程太短了。凡夫修成佛道，真的是无量劫。啊，哪有12劫就成功的？啊，那就是一路都是绿灯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是这么快就成就。啊，所以华藏世界的那些菩萨，啊，文殊普贤是带头的，他们清楚啊，
他们常常到极乐世界，把华藏世界这些菩萨们统统带到极乐世界去，带到极乐世界成就快，在华藏世界成就慢。啊，因为在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这个很不可思议。啊，佛法教导我们向上一住，为正方知。你不是清正啊，你想用第六意识去了解它，那是决定做不到啊。佛讲了第六意识这个它的能量很大啊，对内它能圆到阿赖耶，对外它能圆到虚空法界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科学跟这个越来越接近啊，现在的物理学就像两个极端发展啊，一个是宏观宇宙，那就是对外用地理对外啊，能源到虚空法界。那对内呢，现在源到量子力学，量子力学跟阿赖耶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用第六意识啊，几乎就是到了底线了，再没法子发展了啊，再嘛那就是见性了，见性第六意识是决定做不到的，一定用禅定，一定用放下啊，把心意识都放下啊。这个方式在佛门2000年前就做了，照中国人讲话是3000年前的啊。释迦牟尼佛头一个做样子给我们看啊，放下心意识，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啊，妄想是阿赖耶识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莫那识啊。所以佛家讲参，它不叫研究，研究是用意识心，凡夫们干的。修除世法的不用心意识，叫立心意识参，不叫参禅吗？那参就吗？这个道理不仅用在禅宗，教下也是如此。你不用这个方法，你研究经教就变成佛学啊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知识。如果你用参就立心意识，它是智慧，它不是知识啊。经典上这些文字字字句句都是从自信里的智慧流露，你能看到这一层啊，所以它不一样啊。啊，念佛也不例外，念佛如果立心一时，那叫什么？那叫理念。得一心不乱，叫理一心不乱。啊，不用心一时。啊，不用心一时，就是你能够把我说的明白一点，大家好懂。妄想分别执着，统统放下，念阿弥陀佛。
那个念到一心不乱，那离一心不乱，那个禅宗大彻大悟跟教下大开圆解是同一个层次的境界啊，那是不必弥陀本愿加持，你已经证得二维越智的境界了啊！我们到不了这个境界，所以才需要求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啊。那么这些离世因果啊，越清楚，你的信心越坚定。你知道怎么样修法，很难得了，很不容易啊！啊，自己学这个修学很有把握、有信心呢、啊，所以才有法喜啊！啊，那么这是说这个注经家的不同的说法。啊，我们都能够接受，啊，都可以用来做参考，啊，要不要修学呢？如果修学，随便一家都行，以一家为主，啊，其他的做参考。啊，黄念老也非常用心，如果说是不正确的他就淘汰了，他这个注解也是集大成啊，古今中外啊，这个学习无量寿经的这些大德们，他们的著述汇集成这个注解的本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部结本注解本子里面引用的经论著述有193种啊，这么多。经引云啊，这经引书里头是这样的：今宣发无上心，是地前世间心。下我发无上正觉之心，是地上出世间心，以及往昔这一些祖师大德们跟小慧远大师讲的是一样的啊，同志盖为此段之发心，位在地前，第五品中之发心，那是地上菩萨发心。这个说法也很好，为什么呢？此地是刚刚舍弃王位出家了。比丘啊，啊，法藏比丘啊，到第五品的时候，这个下面一品，他修行的功夫提升了，境界不相同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发心是什么？四十八愿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是地上菩萨，就是这个地方是地前菩萨，也能讲得通。至于谭鸾、嘉祥、善导住持与真戒，均一致。
啊，跟他讲话不一样。真解破经营语，设有前后，啊，前就是这一段，后一段呢在第五品。法性无有二啊，唯是一法性呐。这是日本。无量寿经真解说的啊，跟小慧员讲话了不一样啊。他说前后是一个，没有分别。盖为此段呢是世尊说法藏菩萨之法性，后段呢是法藏比丘自熟所发现啊。第五卷看的是发藏比丘自己说的是发现，又后说一直是重述此发现，是以经中所说虽有先后之次详略之别，而发藏所发为是一心啊，并无有二也。真解之见甚是啊，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赞叹他说的，后面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，是一个境界啊，并没有啊这个高低层次这个区别。真解之见甚是啊，说的就是很有道理啊。这是黄念老他肯定的真解佛云，其龙树大士为初地，指所判法藏比丘发心之位，或为八地，亦是从果相因，大于诸思别也。盖据大论，龙树大师判法藏菩萨发心，或未具初地，或具八地，皆是地上发心，故大不同于于思也。真解之说是有所据啊，这就是真解，日本浚地寺所讲的啊，他有根据，他不是随便说的。那么这个根据就是大智度论啊，龙树菩萨是初地，指所判法藏比丘发心的这个位地位啊，应该也是初地，不是初地菩萨发不了这么大的心啊，或为八地啊，这都是从果相应啊，这跟其他的祖师大德了所说的不一样。那么依据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龙树菩萨判
法藏菩萨发心。啊，这是印度的大德，他没到中国来，他是出生在释迦牟尼佛灭度600年，对大乘佛法非常有贡献。啊，中国人称他为大乘八宗的共祖，在历代祖师大乘八个宗派里面都以龙树菩萨为祖师。啊，这是大乘教里面，这个名气最大，啊，最被人推崇尊敬的一位祖师大德，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他从龙宫传出来的。啊，这个世间才知道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的时候，一般人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，啊，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在定中讲华严经。与会的大众都是41位法身大士，啊，不是化身菩萨，你没有办法参加这个法会。啊，可是我们在法会里面看到，不少天龙八部，甚至于也看到奇数界皆孤独学。我们才晓得这境界不可思议。那这天龙八部只是凡夫，这些人说他们怎么也与会呢？哦，原来他们都是化身菩萨，示现在六道去教化众生。啊，他的本身是法身菩萨，所以他们都参与了这一会。啊，如果真的是凡夫，那就决定不可能。啊，怎么能够到佛的大定当中参加这个法会？这个念老凭真解之说实有所据，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。再看引用的《法华经受量品》啊，里面说了：“我是成佛以来，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，他自称啊。”释迦牟尼佛说，他实实在在成佛以来，无量无边的百千万亿那由他界，这个意思是早就成佛了，不是这一生的，这是来表演的。梵王经里面佛说了，他这一次在地球上示现成佛教化众生是第8000次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这句话不是假话了啊！众生
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，能够接受了，他就来了。啊，你不相信他，你不接受他，他不来。来了什么？来了你们造罪业，你们毁谤啊，毁谤佛罪业很重啊，啊，他不来。啊，你们毁谤的罪轻，就不重。他要真的在这个世间，那毁谤的罪太重了。啊，所以他不来，所以来大慈大悲，不来还是大慈大悲。啊，但是众生有苦难呢，因为现在地球遭这个难，多麻烦。他来不来呢？我们相信他来。啊，来了不怕人回报吗？嗯，他不用佛的身份来，他到这个世间普普通通一个老百姓，谁知道他了？啊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是个有福报的人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富贵二足尊呢，这三皈依的时候，皈依佛二足尊啊，智慧圆满了，福报圆满了，他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遭灾难。纵然众生有共业，会把灾难减轻啊，大灾难变成小灾难，小灾难就变成没有了。啊，慈悲到极处啊，不露身份，痕迹都不着啊，你怎么会知道？那些有福的人在这呢，我们沾一点光啊！啊，这造作罪业的人都沾光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众生可以不要佛菩萨，佛菩萨不会不要众生。啊，儿女可以不要父母，可是父母的心永远怀念着儿女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在此地要学习的，就学习法藏比丘的发心。啊，我们要真正发心，发心真干了。啊，真干那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我们在广修多闻呢？开悟了。啊，开悟的时候，广修多闻，就像龙树菩萨一样。龙树菩萨是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啊，证得初地之果啊。啊，别教初地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，啊，超越了十法界。回头再看看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三个月就读完了，完全通了。你说多快？啊，我们一生都没办法。第一部大藏经没有法子通啊，你三个月就通。我们能不能相信？难，有例子吗？
禅经上记载六祖慧能大师就是非常好的例子。原来学一部经不必把这一部经从头到尾看完，没有这个必要，看几章它就通了。啊，你看坛经上记载的《法华经》28品，经文很长啊。啊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法达禅师读诵《法华经》超过3000遍呢、啊！啊，3000遍就熟透了，能背得下来呀、啊。慧能大师说：“你念给我听听，《法华经》一共28品，他念到第2品，啊，也就是。”慧能大师听他念经，念到第2品就告诉他不必再念了，我全都知道了。所以像这样呢，那我们就相信释迦牟尼佛49年经啊，龙树菩萨3个月真的没有问题。他每一部经只要看1-2页就行了，就全懂了。啊，他跟这个法师讲解《法华经》，他听着就开悟了，法达就开悟了。啊，法达念了10年，3000遍要10年了。啊，都没办法懂得他的意思。能大师一讲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为什么他能明白？他虽然没有开悟，他得法华三昧。心里都只有法华，没有别的，这得法华三昧呀。所以给他一讲，恍然大悟，就明心见性了。能大师一生，在他手下，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的，一共43个人。史无前例，慧能大师过去没有这种盛况，能大师之后也没有这个盛况。啊，我们看到一个人会下了一生当中开悟的大彻大悟啊，也5个人有，很少。啊，多半都是1-2个。啊，有最多5个人。你看他一会的时候43个人，空前绝后。啊，方法是有，我们自己要知道去用，要相信古人，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，相信自己的意思不相信古人，那叫吃亏在眼前。啊，不听老人言的，吃亏在眼前。经教都是老人，释迦牟尼佛还得了啊？啊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界之前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经中还说到，世尊于弥陀与无量阿僧界前同为大通至圣如来前的王子。阿弥陀佛是第9王子，释迦牟尼佛是第16王子。故知阿弥陀佛如来成佛也极久远了，法藏比丘真是从因相果，慈悲示现了。
啊，所以法藏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次实现成佛，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地球上实现成佛的模式是相同的。啊，九缘劫已经成佛了。啊，还是一个循环周期。那所以这种周期循环应当也是佛法讲的法而如是啊，自自然然的。啊，不是有个力量在推动它的，有个主宰，不是的。自信法而如是。这个事情真的为真放之啊，彻底透彻了解，那就等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一起放下啊，这问题解决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